就兴旺。现在这个念佛堂，每一个星期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早晨6点钟起香，念到晚上6点钟，12个小时，每一天呢，差不多有400多人。星期六跟星期天呢，是念36个小时。就是星期六早晨6点钟起香，念到星期天晚上6点钟，这36个小时，所以每一天呢，每一个星期有96个小时念佛，星期天、星期六人最多，大概差不多到700-800人。除念佛之外，每一天晚上听经2个小时。念佛堂的同学就在念佛堂，打开电视听经，进来美国地区的同学在电视机前面向我提出问题，为什么修学功夫不得力？这个问题提得很好。